再见。好像不是意外，我却硬要把它讲成是意外。你可以放下孩子吗？放手，放死了，放死了，放手。突然有种成了孤儿的感觉。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他不来的话，我就跳下去。有点怪怪的。还杀人啊！我把慧吉又拐走了。到底在哪里啊？你要陪我去见妈妈吗？那么要先做什么事呢？超完美保姆，2月19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上9点，卫视中文台。